终于有机会来那么大的一个 event， 来东京就是来看 DCT Masters Tokyo。小妹 ，Hello， 小妹 ，Hello， 小妹 ，I'm here， I will be there in 一、二、三、四、五、五、五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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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Hi， Hi，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We are here， DCT Masters Tokyo。Hello， Oh my God。Thank you. Toku Toku san. Yeah, Toku san. Toku san. Jet, Jet san. Jet san. Jet. First skill. Okay. Hi. Two. Character skill. Learn. Hi. Okay. Sugoi game desu. Iku zo. Iku zo. Iku zo. Go. Yayo, yayo, yayo. Yayo, yayo, yayo.Bomb, go into the place, bomb, and then time. Wow! Data there, five people.在这个比赛场上，没有草丛，没有兵线，而是 A 点和 B 点两个部署区。就是这个1000块钱重价的一个投资，刚刚直接站了起来，好像。哦，なるほどね。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みんなチームありますか？はい。NRG。啊，我们这是 EVG。AFP 和 ETP。对，是我们中国的战队。哇！そして引きます。团长，你好，你好，团长，团长，团长。哦，我们可以合影吗？好，压到耶！这游戏还是要跟朋友一起玩。对对对。对面停止了暴动机的拆除，而卡佩拿到了最后一个击杀，双方手枪分最终是由 T1 拿走。球就把他玩上了击杀，在萨亚这一波辽犬的刷屏 ，smoking 哇、哦，非常可惜，对面其实就九滴血啊！哇，真的差那么一点点，就一点点啊！他的经济已经哇，刚刚拿到手杀，这就是 EDG， 他们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去找到这种机会。那对于现在的两支队伍来说，比赛进入了一个焦灼，边是娇气的去拿分，这样经济都分差要稍微有点小拉开了，这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分有经济的一个分差要稍微有点小拉开了。这已经是第二个巨人出掉了，也有一个大大的高挡拦住了，他的队友也到了。我的天哪，这一波康康他在绝处逢生，他找到了在 A 点的生存空间。抓 up 之后 unstoppable， 所以我也会有一天能打得那么好。